花，人家找拍戏的去了。跟您这样的逗哏我还谨慎呢，是吧？都说您是一个网上人。饼哥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。回是打我嘴里说出来的，哪回不是你先吵起来的呀？拉着我今天演出，给我发微信，哥哥去接你，然后我也上一热搜了。不要我就记得队长得接我。为什么能交到这么多好朋友，是有点关系好，就是我嘴严。那为什么还有一些跟您不好了呢？他们没有什么八卦跟我聊。我不是说当着您各位啊，我们接我兄弟董儿。你还没接呢。减肥啊，减的自己大小便都失禁。我说这没毛病啊，对吧？是不是？这你反驳我，我兄弟现在走着走着就踢了你。我想回家。哎呀，躺家里躺着，你尿炕上。当然，我们云字科啊，多半都诱人失学。多半啊。当然，我们后期还是很努力的。哦，前期不行。前期呀、啊，前期我还真不知道，这跟张景南，我认为啊，就是。先期没文化，你看咱这说实话多严谨。先期可以没文化，家有先期啊。早期，先期，你是考不上大学。人家回家方便，啊、你们让我们还坐火车，人家坐公交就回家了。这个好，啊，这不是我说的啊。几个家？一个脚印走下去。早说我穿双胶鞋来着。哎呀，这皮底呀都给我泡开了。你最近跟谁老在一块待着呀？就是这俩小时跟朱鹤松，知道吧？哎，大家伙都知道我们是相声演员，我们是说相声的。幼儿失学的比较多，都是没有学历，但也有不一样。有那个别具一格的好演员，我一般呀、啊、挑的这个捧的演员都很优秀。这话听着真是甜的。到了这个华哥这儿啊，哎呦呦呦，岁数很大，哎，是哎，岁数比我，那倒是烧饼，哎，而且这个学校啊，还不是什么野鸡大学，不是那种特别软的大学。咱都别老用这些生僻字，软您听得懂吗？软听得懂啊，那不就是普通话吗？就是我那个大学不赖呆。我这样真强大，一句一包的。哎呀，你多攒节目单，上面贴着王九龙仨字儿，在张鹤宁前。张鹤宁前。主要我怕黑，我不适合在学校学习。学校不开灯啊？学校不能看黑板，我不行。我这是蓝，这是蓝。你是黑蓝色盲啊？我花钱在德云华服坐的是黑大褂。骗我是师娘骗我，黑大褂。今天有舅舅吗？死了！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我怕你忙没给你信儿吧？这不是？再讹我十五枚，我都不知道。那你舅妈呢？摆个谜好不好？
没有？没有。那你跟我这儿来劲吗？去过大学阶梯教室吗？我去过，我上。对呀、啊，就冲前讲，不敢回头吧？我后边武警是怎么着？后边黑板呀、啊。阶梯教室有黑板的阶梯教室。为了体验生活呀，啊，到这个生活当中去。然后等会儿啊，体验生活，谢谢生活，谢谢各位承蒙吧。谢谢各位承蒙吧。哪门都不容易，你是有病吗？你是有病？你干嘛呢？你在这话筒有点烫嘴，净搅和。我搅和，你得说话呀！我得说话。这嗯啊，这是喝呀，啊，喝呀！干嘛玩意儿？干嘛？好家伙，头发都湿了。我这边沾花洒受不了，受不了吗？上面是下面也是啊，啥呀这是？我动不了门了。我爸爸烧老爷子，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烧死他爸爸，烧老爷子。哦，这是一个名词，烧老爷子。哈哈哈哈哈。请来吧，到这一看，人家老大夫鹤发童颜，全都是胡子，全都是胡子，鹤发童颜全都是胡子，毛长大了，看着没有？新款 iPhone 1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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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头回听说，我少说一个一。说着话啊，把这页面打开了。点进微信，你等会儿啊，把这页面怎么打开的？这么打开的，还是 iPhone 四啊？注意生活要这么细致，你不至于被没狗仔拍了。看见没有，零钱包，我一看这余额啊，1000万，哇塞，那他零都两行啊。各位，谁见过您钱包的零两行？都是假的。余额宝里边3000万，对吧？拿过来，一解锁，来，零钱包1000万，余额宝3000万，有什么可骄傲的？不就一个号吗？不就是。